对对，对不对？只要是我花的，我肯定还，花多少我还多少，我敢这样拍胸脯，我还，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不是我欠的，不是我消费的，为什么我来买单？对着镜头哭诉的这位老人正是袁女士。最近袁女士身上发生了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奇异事件。袁女士是一名退休员工，到了退休年纪的她，每月依靠自己30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。平时她也没什么大的支出，钱都放在银行里。可是当她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去银行取钱，却一点也取不出来了。一查余额竟然是零，这下让袁女士慌了神，自己在银行的钱怎么就不翼而飞了呢？自己平时省吃俭用，从来没有花过这么多钱。是一个退休职工，每个月就靠养老金生活，每个月有3000多点。这个月一去领养老金了，一查这个余额是零，哎，我都奇怪了，我这养老金去哪儿了呀？既然是在银行丢的钱，自然还是得去银行问个清楚。经过银行工作人员的查询，他们告知袁女士她的钱都用来还信用卡了，这让袁女士更加二丈和尚摸不着头脑。我去银行一问，我这个钱补了信用卡了，窟窿了。自己平时都待在家里，很少出门消费，而且自己年龄已经大了，连信用卡是什么都不太清楚，只会拿着存折去银行取钱。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存下的退休金怎么就用来还信用卡了呢？这钱既然消费了，就一定会显示消费到了何处。于是工作人员给袁女士查出了袁女士信用卡所有的支出消费详情。银行给我打的这个消费明细，2019年开始，又是买包了，去会所了，去美容了，单子上的每一样消费，每一样买的东西都不是我买的，我没有办过信用卡。这张清单详细的显示着袁女士的钱去买包了，去会所消费，巨额养老金不翼而飞。调查之后发现，竟然都买包做美容了。那么事情是否真的如袁女士所说的？她对这些消费是否真的不知情？众所周知，办理银行卡是需要本人才能办理的，而袁女士言之凿凿地说自己从来没办理过这个业务。袁女士带着疑问再次来到银行，银行的回答让袁女士的情绪有些失控。我需要给你调原始资料，他周六上班，我们周天上班，我现在也没法去联系他们提供资料。因为袁女士并不是在这家银行办理的业务，所以详细资料并不在这家银行，而袁女士办理业务的那家银行营业时间不一样，现在已经下班了。袁女士如果想查清是不是自己办理的银行卡，是需要再等等的。袁女士听到这话情绪有些激动，一打客服都是你缓缓3个工作日，我并不等啊。啊，那个我一停药一没钱，我就马上就要嗝屁。原来袁女士身患重病，每天都需要服药维持正常的生活，这次她也是因为药吃完了，需要买药来银行取钱，才发现自己的养老金竟然不翼而飞了。作为一名退休职工，每月的退休金就是袁女士所有的经济来源，没有了退休金，别说生活，就连维持生命都是问题。介于袁女士情况特殊，银行负责人决定去下班的银行给袁女士查询信息。今天下午吧，我们就紧急去调这个资料。面部识别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个拍照，会做一个留影，这是当时我们留下了一个记录。也就是证明这张卡是他本人去办理的。对对，确实是您是我本人办理的这个卡。对对对，照片也有我了，是我本人照片。您现在记不记得您办过这张卡？这张卡在哪儿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哎，那些明细的这些消费是您本人消费的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。当晚，袁女士就看到了当时自己办理业务的信息，办理信用卡需要本人的照片。银行工作人员提取了袁女士办理信用卡的照片，上面的的确确就是袁女士本人。袁女士看到这照片，一反之前的言辞，她说她确实办理过信用卡，但是真的没有消费过这些，甚至这张信用卡都没有在自己手里。那么到底是谁在使用袁女士的信用卡呢？袁女士之前声称自己没有办理过信用卡，现在又说是自己办理的信用卡。袁女士先后不一的言论，她说的话还有可信度吗？既然袁女士说自己并没有消费过这些钱，信用卡也并不在自己手里，那会不会是有心之人获取信用卡然后消费了？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信用卡的这些消费明细，袁女士决定去这些消费的店铺里一探究竟。但是接下来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，这些店铺和信用卡上显示的店铺根本完全对不上号。朱哥师傅，开业没开业？10月13号。哦，对呀、啊。上一家店，上一家也不是的，上一家也是俺家宝贝了，才打开。甚至是一家根本没开张的店铺，信用卡被莫名消费，金额巨大，消费的店铺和银行的明细驴头不对马嘴。
那么到底是谁花了袁女士的钱呢？银行方面表示，银行将会配合袁女士事情的调查，如果确实是被盗刷了，将会全额奉还这些钱。当今社会逐渐迈入老龄化，老年人的比重越来越大，我们都收到过信用卡推销额电话，老年人很有可能因为不太了解就糊里糊涂地办理了什么业务。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业务，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慢，使用智能手机可能不太灵活，给了坏人可乘之机。希望大家在办理任何业务时遇到不懂的，一定要向工作人员询问清楚，不要让自己有金钱上的损失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？袁女士的钱究竟是怎么消失的呢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